什么意思啊？我看一下，如果让飞出去的炮弹配合我的火线的话，应该可以从内部让那些家伙，那个铁家伙变成铁炉。名利是格者，普通世界里面居然还有你这样的人。可是，阿尼玛，你的能力不是很不稳吗？还经常打偏，没办法，这能力说实话根本无法求稳定输出，只求这一次奇迹。不必祈求，奇迹是可以创造的哦。就凭我们两个联手的话，小子，你贵族找你的手，我也是灵力适格者。我们两个同心协力的话，我可以帮助你稳定输出灵力。这种能做到这种事，不过一般必须经过严格的同步练习。输出时两个信念合而为一，没看到，不行也得行，不成与不成而已。不要更，不过我先说我没有。透过受过什么灵异训练，并更别说配合同步配合。好的，没时间，问你啊，来吧，你来操控大炮。是，列兵贾尔夫站到我面前，发射套炮弹去接。我们将灵力注入炮弹上，机会稍纵即逝。打偏的话，可能直接就地引爆炸弹，我们可能都会被卷入里面哦。诶。贵族小子，目前为止几个作战你都成功了，这次选择交给你，但我们的命就交给你了。哇，你还在乐什么？准备炮击，了解。目标20，距离45。为了大家，为了战争胜利，还为了祖国命运，发射！去吧！哇，好帅哦！哇，超帅的！刚才那一个 CG。就好像看动画一样，打中了，目标摧毁，停止移动，真的做到了，我们真的干掉那铁家伙，成功了呢，我们真的做到了。贵族小子，当心敌人的炮击，快躲开！啊，警卫大人，急嘛！完蛋了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，白牙果然名不虚传。兄弟们上，为了祖国，萨鲁梅尔母亲。进入作为救援的誓言，不要怜悯自己和敌人的生命，为了信仰，为了王，为了祖国。哎，他继续叫，冲啊！哦，都带着这些人跑龙套是吗？射击，射击，顶住，一定要顶住！你要顶去哪里？不行啊，他们人太多了，一朝着这边冲过来了，不要大人。努比尔、鲁赛亚人、无穷止境的鲁赛人，我们顶不住的！啊，去死！该死！格尔曼侵略者，顶住！全力顶住他们！哦哟，好激情的感觉哦！你们要顶住哪里？是不是？你看都黑画面，国防部，慢慢的。现在为什么不让我们看？我都听到喝彩声的感觉。来，喂，贵族小子，贵族小子，醒醒啊！你不会就这样睡下了吧？你不是说一个不会死吗？你自己倒下的话，算是怎么回事？贵族小子，睁开眼了，醒醒！救生班就在面前，城主，喂！感谢神，终于醒过来。愿神赐福于你，现在感觉一样。我现在这是，我这里是塞鲁维亚战地医院呢，你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。哎呦，我躺了多久？手术完后昏睡整整3天，你被炮弹的弹片击中伤口。诶，胸口伤，诶，击中了胸前的伤，什么东西啊？你被炮弹片击中了胸前，伤到了胸前，这边应该要抖好吧？击中了胸前，伤到了肺叶，是非常艰巨的手术。医生都说你是一个很坚强孩子，2次从死亡手上挣脱回来，2次。你的意思说第一次是指？
多亏一名士兵把你推开，矿难没有直接击中心脏，也就是他扛一个人把你扛过来的。医生说，只要再拖个半个小时，他就会结束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士兵救了我，难道是？不要乱动，你的伤口刚恢复，小心裂开。那个叫什么名？那个叫我的名字。对不起，他有个火红色的头发，看起来很阳光剑气的少女士兵。原来是这样，你才刚恢复，不要花太多体力，睡一会儿，好好休息吧。果然是你。数月后，哎呦，马洛斯上校，以上之前那场战役就是，大家都在说那只铁扇都归你和那两个英勇勇敢的士兵。团部已通过决议，给你和那两个士兵受训，你也晋级成少尉了，准备晋升少尉。这只是做了军人对祖国该做的事。哼，小萨萨，你还真没变。一段时间，你这次可是给我一个大惊喜啊！哼，别笑话我了，马洛斯叔叔。对了，话说回来，这我那个。列宾、贾尔夫还有那什么，他们两个，他们怎样？还活着吗？呵呵，我就算也会问他们，放心吧，他们都活蹦乱跳，因为上次的战役突出表现，各自获得一枚革徽章。其中列宾、贾尔夫更因为救了你这个军官的功劳，更荣获一枚，一下子获得2枚耶！哇！哇，好厉害！真是恭喜他。此外，你负伤休养这段时间，我军又发动了好几次攻势，均取得胜利。加尔夫士兵表现勇猛，他一个人干掉两个挺着机枪兵，还抓了10个俘虏回来。哦，这么厉害，真是个男子汉。他凭着突出表现又获得第三个勋章。晋升为上等兵呢、欸！哇，太快了吧！真是了不起，我居然还要能多几个有像他这个样子的士兵就好。是啊，怎么了吗？对了，我们的攻势最后结果怎么了？失败了，对不对？不管怎么样，不怎么样，我们破了敌军几道防线后，深重突破了大概100公里，然后全军撤退，退回原地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全军撤退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弹药原本严重不足，受到铁路工人罢工影响，补给又迟迟不到。这种时候，军队里的革命党大肆宣布反战自由的口号，这个就是革命的开端。一群扰乱我方的弹药库，虽然乱兵中有效的压制。空档，敌人重组了战线，并且本国又增派了两名军团的援军，为了避免遭到团司令部下达撤退，放弃前次战役的全部战果。哦，这样子，这样成绩都不见了。马斯，我也是一个私人请求。怎么了，小莎莎？你还客气吗？有话就说。关于上等兵，数日后，哎，他不跟我讲，就给我说数日后。那个贵族小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何必向我这个小兵道歉啊？不，为什么？这是你应得的。我军中有像你这样的战士，我理应表达我的敬意。更不用说那次我们如此大获，我们哎，那次我们能取获如此大的胜利，和你的贡献是分不开的。况且要不是你，恐怕我也看不出来，你和我认识的一般那种贵族长得挺不一样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军官吗？还是不喜欢贵族？